北门窟农会为着推广在地羊棚粿，自2017年每一冬拢会举办羊棚粿评鉴比赛，并用北门哈鲁品牌和民众品尝无同款的羊棚粿。今年小办羊棚粿评鉴比赛，要吸引更加侪农民的参与。因为哈鲁，我那是介绍党多代表这个所在，因为这个所在吼，土地较咸涩咸涩，啊，有当时啊风足乌头，这族人吼。你过这粒粿啊，拄啊掺早期吼、哦，这个哈鲁哦出卖啊吼，诶迄个个性啊，加迄个毅力啦吼，吼唔惊艰苦，唔惊困难哦，啊为着这个家庭，伫咧捏这粒粿啊。北门区农会总干事嘛表示，希望北门哈鲁羊棚粿这个品牌会当让更加侪人熟悉北门的羊棚粿，甚至希望伫咧未来会当到达营销至世界。这边的这个比赛甲评鉴吼，啊，排伫个12月12日吼，星期六，啊，伫水晶教堂，今年已经进入第四档咯，欢迎全台湾的好朋友啊来北门看闹热。啊，来吃好吃的羊棚粿，北门的哈鲁。促进地方农产品的产业发展，北门区农会特别举办北门哈鲁羊棚粿产业文化活动，有羊棚粿的评鉴比赛、DIY、农渔产品的品尝，还有成果展等等。欢迎大家在12月12日到店来北门水晶教堂参加。南投新闻陈英雄廖一璇北门采访报道。